可以吗？第一组很好，第二组，你的桌面要再靠近一点，自己再过去一点。然后第三、四，好，你们很棒。好，我们谢谢校长还有老师的莅临哈，所以小朋友我们一起说校长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好，小朋友们棒，好，来接下来看这里，我们真心的上课哈，我们认真的上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以分组竞赛的方式来进行。那老师准备了礼物，一个就是文具组合嘛，那还有一个是一个，这叫做渐层笔，有听过渐层笔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渐层笔呢？你看这是什么颜色？渐层笔，很多颜色，对不对？其实老师为什么想要送你们渐层笔呢？主要是因为渐层笔它其实呢里面有很多的颜色，然后就组成一支渐层笔，就好像是你们一样，你们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特色，都有你们的优点，那组合起来就变成你们很棒的一小组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想说，如果等一下呢，很棒的那一组就可以送你渐层笔。OK， 那等一下呢，那个有点亮的要加油，要努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只要努力的话都很棒哈。那我们彩的方式是，等一下呢，只要我回答积极认真的，我就给你一张摸彩券。那到了最后呢，就是写上你的组别，之后呢，我们放在摸彩箱里面，抽出是哪一组的小朋友，就可以得到这么棒的奖品。所以等一下要积极的发言，还要认真的讨论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等一下的课程里面呢，我们的约定是要共创安全发言的空间，彼此要尊重同学说的想法看法，我们要给予尊重，还有适时的赞美他，讲完说哎，你说的好棒，那也不要批判他，因为你可以从他的想法激发出你不一样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答案都是可以被接受的，每个答案都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好，那我们之前是进行了感受的部分，在健康第四单元我爱地球的部分，我们用了塑料怪鸡飞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呢用了塑料小猪 PK 塑料怪的绘本，用了五合法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有用了海洋垃圾故事的影片，让你有感受。那还有呢，在前面已经上过三节课了，健康元气站第四单元的我爱地球，所以大家都有感受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爱地球呢？我们就要进行到想象的部分，对不对？那想象呢，这个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什么？创造力和作力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看小朋友有没有写有不一样的创意。那最重要的是小组之间要合作，所以要展现你们的创造力跟合作力。那怎么样才会有默契？正向的鼓励，当伙伴们呢说出来，就觉得要给予正向的鼓励，称赞他，大量光华，因为你要有好点子之前，必须要有很多的点子，所以要大量光华。你们有很多的点子，怎么挑出好点子呢？所以要大量光华。那刚提到的延续叠加，别人的想法可能突然让你觉得，哎，或许我可以这么做，或者是呢，可以把他的跟我的加在一起 ，A 加 B 就变成叠加。那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在之前，我们先来暖身一下，就像我们运动就要先暖身嘛 ，warm up。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什么？草莓果酱。
好的，我要跟五四号规则是啊，规则念一次。果酱跟吐司可以产出什么东西或是服务？什么叫服务？比如说Foodpanda外送，外送就是一种服务。然后理发师帮你剪头发就是一种服务。坤姐，等一下我说开始再举手。好，坤姐很棒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一分钟来做这个活动。那要讲之前举手，需要我先举例说什么东西吗？好，好，那我就会说草莓吐司啊。我就把草莓果酱加吐司就在一起啊！你看哦，坤姐是要讲这个答案，被老师讲走，对不对？那老师刚刚讲过，你就不能讲。那一分钟，然后如果你想到，你就举手。重点是什么？没有错误的。所以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样对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计时开始。好，怎样？草莓口味的吐司很好，就把吐司里面有草莓口味，对不对？好，郭君。草莓果酱吐司。草莓果酱吐司，评论。草莓吐司果酱。草莓吐司果酱，你可以多说一下什么是草莓吐司果酱吗？草莓吐司果酱就是有吐司口味的草莓果酱。有吐哦，不错哦。好，那个我们可以再想想看，来，雨桐。草莓巧克力吐司，那草莓果酱在哪里？巧克力草莓果。这霍金的巧克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好。来，乐嘉。草莓果酱饮料。草莓果酱饮料。草莓吐司饮料。草莓吐司，把它打字变饮料了。好，应该很特别。来，又去。除了草莓果酱的吐司。除了草莓果酱的吐司，好，我们最后一位哦。刚刚坤姐你有讲过吗？好，你第一个举手来，坤姐你说。吐司草莓果酱。吐司草莓果酱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让你想一下，只要有草莓有吐司的都可以。不用加入草莓果酱就可以吃了。吐司不用加入草莓果酱就可以吃的吐司，虽然不是加，但是把它剪，然后小朋友都很想象力哈。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下面的正式的活动了。活动。对。好，怎么样发想好点子？我们有时候会想嘛，有什么想法？那之前我们用一些什么工具发想的点子？白山的三角笔记本。我们有试过，对不对？人员还有什么？雨桐。黑三角笔。哦，老师有借过黑三角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厉害了。来，用于便利贴，我们最简单用便利贴发想过点子，对不对？来，评论。在一个东西中找出有相关的东西。好，在一个东西中找出有相关的东西。陈阳，那我们刚刚有讲的忘记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最后一位陈阳，你说。小叮当道具卡，我们之前在认识蓝阿姨的时候有用小叮当道具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呢要用的是蓝三角笔记卡。好，那我们快介绍，很快的介绍一次哈。这是一个发想点子很好的方法，叫做白三角笔记法。那步骤一呢，海报纸找出一个等腰三角形，老师已经帮你画好了。找出小组议题的关键空间，例如厕所；关键物品，例如电灯。那还有呢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关键空间或是关键物品，这里会有什么东西？可以体验什么事，那里会有什么人，有什么样的技术，如果会有的话，会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，这个就写在对左手边的这个三角形。那再来呢，步骤二，在海报纸另外就找出一个等腰三角形，老师也帮你们画好了，因为怕
你们花不花太多时间？那找出小组议题中关键角色，如使用厕所的学生，或是跨楼梯的学生，这是之前学长学姐做的议题。那写出这一个角色他喜欢或是倾向，他喜欢的东西或是他喜欢做的事情。那我们左边的三角形写好了，右边的三角形写好了，左右再各找一个元素，合并成新的元素，再将这个元素贴在中间的桌面。那我们小组来挑战50个，好，加油，因为我们要量大量才会有好的点子嘛。举例来说，这个议题来，议题是什么？希望学生到图书馆的创意活动为例。好，左手边是这个空间有什么？它的空间是什么？图书馆。很好，所以我们看图书馆它有什么东西，就把它想出来。好，例如小说啊、童话书等等。接下来呢，左手边要找这个关键角色喜欢什么？那这个议题的关键角色是谁？幼儿园。对，幼儿学生是你们吗？是，因为你们是国小学生嘛，还是幼儿园，所以比你们小，所以你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智年龄变小一点。幼儿园的学生喜欢什么，就把它写在这边。那最后呢，再把它组合起来。那组合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注意有没有说小说只能用一次？没有，我是可以重复使用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那有没有说谁要在前面，谁在后面？没有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他将一和二结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有趣的词。你们马上看到可以吃的童话书，对不对？那你突然觉得，哎，我这里有提到童话书可以吃吗？没有，可以。哎，哪里？勇于零食。嘿，对，那零食，我这边虽然写零食，可是我在并在一起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哎，这是可以吃的啊，那我把它写成可以吃的童话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。所以你刚刚呢写的，你在变成中间那一个的时候，你可以调整。再来，我们再看一下。猫咪造型的椅子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猫咪造型的椅子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写到猫咪造型吗？没有。可是有没有写到猫咪？有。那我突然在写的时候觉得，我觉得写猫咪造型吧，那个不是真的放一只猫咪，因为如果猫咪做成椅子，你坐下去那个猫咪会很痛，对不对？搞不好猫咪就受伤了，所以就把它想成是猫咪造型的椅子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第七个是什么？养乐多味道。那上面有提到养乐多味道吗？有提到养乐多。有。那我在写的时候突然想要把它改成是养乐多味道的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样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然后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议题是什么？能将一次性物品，来你们念。能将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让它引在应用。什么是一次性物品？就是好，很好，雨桐你说。免洗餐具。哦，例如免洗餐具。再一位，怡君。只用一次。哦，只用一次就丢了，很好。那个伯君，那什么是废弃物？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废弃物？用过了，然后你还要不要？不要。所以什么东西是废弃物？我可以举例吗？还是我举例？废弃物就是像伯君讲，我用过了，然后我已经不要的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废弃物有什么？举例来说，比如说，如果我的衣服穿的真的很旧，有点破掉，或是弄到污渍的话，我想丢，那对我而言是废弃物了。是，很好。来，我们手放下，等一下呢，就让你们发挥，你们就可以写了。最后一个是关键角色是谁？朗阿姨，我们班都很认识朗阿姨，对不对？因为之前有一个SDG 融入的一个教材，我们一直在寻找身边的朗阿姨。那有小朋友说，
蓝阿姨她的特色是想要做环保，对，可是就是有些的困难跟阻碍。那我小朋友说，我哥哥是蓝哥哥，因为就跟蓝阿姨一样是叫蓝哥哥。然后因为小朋友说我是姐姐，姐姐是蓝姐姐，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蓝哥哥，不是蓝姐姐，是蓝阿姨。蓝阿姨跟蓝哥哥、蓝姐姐有什么差别？都是阿姨比较大，你懂不懂？叫阿姨要叫长辈。对，年纪几岁？34岁，而且是女生。然后家长会长表示她很大，很大。还有呢，这一组讨论出，之前讨论出她是家长会长，所以她很忘记了。很累。那个雨桐，就是她每天很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记得她很忙。然后呢，是个上班族，所以蓝阿姨的设定角色，你可以想成是老师或者是你妈妈，可以吗？那其他的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去想。好 ,OK,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咯。步骤一，我们现在把你的海报打开。找出不让我翻。你的左手边的三角形，来，我们分工合作可以吗？来，找出一个颜色的便利贴。同一个颜色的便利贴。好，来5分钟哦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已经开始了，计时开始。罚多一点。好，已经过了30秒，好，开始可以动笔写了。这是什么？一次性。已经过了1分钟了。一次性物品。对，你们现在要写的是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。对不起，老师刚刚没有讲清楚吗？现在要写的是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。你觉得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有哪些东西？那个没用，写起水。没用。你可以拿有水的。电。贴好就可以，很好。插桶贴哪一边？电。好，很好，继续加油。还有。你是谁啊？没写。真的。你们在写完贴的同时，可以跟小组的同学讲一下你写了什么，这样小组就尽量不会给你重复了。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你的答案都是对的。然后量要大，你没有很大量的话，等一下会没有办法挑出好点子。你想写什么？你想什么就写什么。一次性的是什么？废弃物，你曾经你用了之后不想要的东西有什么？目标30个。还有2分半钟，加油。除了一次性的，有没有你身边你用的可是不想要把它丢掉的？像老师有举例说，像衣服，老师可能衣服太旧了不想穿把它丢掉的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经验，就是你觉得你不想用要把它丢掉的，就是废弃物？除了一次性之外还有什么东西？我完蛋了，写错了，他没跟我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它画掉。你可以画掉，你可以画掉再写。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曾经就是用了要把它丢？你有丢过什么东西？只要你用过的，然后要丢的，就可以算是废弃物。还有1分钟，快！你曾经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用过，觉得
不要丢了就算是废弃物。写什么都可以，除了衣服，哎，还有人写桌子，有人桌子可能太老旧了，他把它丢掉。有桌子，哎，有人写铅笔盒，铅笔盒太旧了，把它丢掉的也有。哎，也有人写书包，书包太旧了，破了就把它丢了。或是有人橡皮擦太小了，他就把它丢了，也有。这些都可以写，写过的纸。你从以前有什么把什么东西丢掉过的经验？不是什么啊？还有三十秒。黄色的，哎，不错哦，外套。汽车。电池。书本。很好。就贴上去。你写的。不要的书。就好了。书套。好，那你写写上去，把它补上去。有前三四个了吗？第二组很棒哦，第二组写很多哦。来，最后十秒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先写那个下一个，如果你有想到，可以随时补上去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个。老师好多哦，我们可能要看里面有没有。好，期待你们的点子。好了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下一个哦，先拿下一个颜色的便利贴。要写的是谁？蓝阿姨喜欢的东西。那蓝阿姨就是女生，34岁，很忙，怎么了？可以吗？你可以每个人都叠给她。这样会比较快，比较快，懂吗？对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蓝阿姨喜欢什么东西？因为老师希望你写多一点。可以是妈妈，可以是老师，猜猜看，你觉得你想他喜欢什么东西？要五分钟，开始。我们已经到了右边这个三角形，蓝阿姨会喜欢什么东西，或是她喜欢做什么事？一次性的东西啊，不是，我们现在是这个，要把刚刚的事情忘记了，把一次性跟废弃物忘记了，我们现在心中只有蓝阿姨，所以现在是想蓝阿姨她喜欢的东西，蓝阿姨喜欢做什么事。刚刚的事情忘记了，现在你就想象你妈妈可能喜欢什么东西，老师可能喜欢什么东西。那你在贴的时候可以讲一下，让你那一组的知道你写了什么，就不会重复了。我写手机耶，你写手表，手表也可以啊，这位手表。对对对，很好，可以。然后你写手机，我写手表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手机还有没擦啊？不错哦，你写想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他喜欢什么东西，他喜欢做什么事。鸡，不会写的就写注音。我想你这里去。我们只单纯去想蓝阿姨喜欢东什么东西或喜欢做什么事，把刚刚的事情都忘记了。对，你觉得妈妈喜欢做什么事，或是老师喜欢做什么事，或是老师喜欢什么东西？他给我写帅哥。觉得是谁写的？
就是不见得是环保，就是你看你妈妈会喜欢什么东西，她平常喜欢什么东西都可以是。不是吗？你觉得你是女生长大后你会喜欢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长大后跟妈妈一样的年纪，或是跟老师的年纪，你会喜欢什么东西都可以写。如果说我是男生，哦，那你是男生，你可以想象看你的老婆会喜欢什么东西。可是我还没有老婆，所以要想象。喜欢小孩子，哎，不错哦，喜欢小孩子很好。你们这组要加油哦，太少了。我喜欢你。对，可以可以，就是妈妈喜欢，老师喜欢的，蓝阿姨喜欢的，你就要喜欢什么东西或做什么事的。还有一分五十秒。第四组不错哦，第三组也不错，来目标一样三十个。帅哥的歌我也写过了，没关系，写注音。指甲油怎么写？不会写，写注音啊。指甲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写，给我一个蓝。我写好了。你一叠给他，你一叠，一叠给他，就是用。指甲油不用写。不行。你用一叠一叠给他，就撕一叠给他，一叠，就一叠。好，快上快！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第一组加油，第一组比较少。好，很好，非常的贴切。吃的东西可以做什么事？喝水啊，喝水。喝水不能喝吧？很好啊。不对，他喜欢喝水，很好。对啊，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，都可以。第四组不错哦，第三组有也不错哦。再来，还有三十秒。大人喜欢。对，老师喜欢什么嘛？如果你长大后，你会喜欢什么？一个很忙的蓝阿姨，她会喜欢什么？或是女生喜欢什么？那有的大人喜欢骂。那张乐啊，好，好了吗？没办法，想不到了，还是要有发型了。好，太多就把它折稳跌回来。那这个发型好像有点太多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好 ，OK。那既然我们这样结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有些比较多的，你可以把它。移到旁边一点点，或是贴在桌面上。等一下，我们的纸就贴中间的，可以吗？如果贴不下就贴。你把我们这边移这边上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果小朋友够多了哈，可是我们桌面是往下看，大家把它结合起来，可以了吗？来，准备另外一种颜色的便利贴。你可以同学可以每次给他一叠，不用就只给他一张，这样子他每次要跟你拿很麻烦。你可以他每次就给他一小叠。准备另外一种颜色便利贴，给他一小叠，可以吗？好，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哦。一样，五分钟开始，越多越好。目标。目标五十个，我什么一点写？你们写，然后为什么会有两个？然后如果你中间不能贴的话，你就把一些东西贴到桌子上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拿出去要报告，十个有趣的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什么东西啊？笔筒包包，很好啊！你好，你可以当设计师哎。啊，就写、啊，一个就写、啊，就写、啊，就可以写、啊。我想要竹签口。可以啊，哎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那你有些纸就觉得哎不太需要，把它贴桌面，把它贴桌面，好吧？这样等一下黄色的纸就还有地方贴。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鞋子。为什么是放在我桌上啊？
可以放你桌上吗？纸杯，谢谢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你可以找地方贴。好，再快点。住家荷包羊腿。环保品，塑胶盒的保养品，可以多说一下塑胶盒的保养品是怎样一个状况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来说多说一点塑胶盒的保养品是什么状况。我刚看你在哪里。好了，继续，加油。哦，是，我在看小书，小书吧。哦，那就是可以，可以修啊，可以修。小说、小书都可以，小说、小书都可以。还有呢？你可以走站过来，你可以站过来这里看，可以吗？如果不清楚，可以站过来这里看。目标30个，还有2分30秒，距离50个很遥远哦。你可以把它贴开一点，加油！电脑眼镜，太好笑了！一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开启电脑，太好笑了！但是会近视。你要坐在位置上写，不然你的字同学看不懂。你可以站过去这里看，会比较近。站过来这里看。继续加油，还有呢？可以办法组合吗？不要的书可以做成小狗吗？就像你那个塑胶做成小狗，那你不要的书可以做成什么东西？不要的裤子可以做成什么东西？可以做成衣服吗？不要的塑胶袋可以做成什么？我们可以先找一个东西，然后再去找，找什么东西可以形成他喜欢的东西。给你买少很多哦。还没用完，至少要挑10个哎、欸。你可以站过来，你想想看嘛，你看哦，他喜欢，可以两个接着站。好，加油，花朵，花朵，花朵，那我可以用什么东西做成花朵？花朵玩具，花朵玩具，是用纸做成花朵，袋子做成花朵，对不对？然后饮料杯、动物，我要写饮料杯。在宝贝瓶上画画，在宝贝瓶上。目标50个，免洗餐具。好来，我们时间到，你的有超过10个的举手。我们等一下要选出10个有趣的词，有没有超过10个？15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下哦。我们尽量可以超过10个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来发表一下你的有趣10个是什么。如果你超出10个的那一组，找一下。我们等一下来小组来前面分享你觉得很有趣的10个是谁，所以有一位上台，然后2位小朋友拿海报，可以吗？1分钟时间叫你们挑，等一下你要跟小朋友说我分享10个的有趣的是什么，你们可以每个小朋友都发表一下意见，然后共同选出10个，只有1分钟让你们
决定十个是哪十个。好，开始。老师，我们还在写。不要写了，先要挑出有趣的十个。啊，好。你们喜欢最后。还有五十秒。好，不要写，不要写了，不要写了。Okay, 还有四十五秒，你们可以每个人都用很快说，我觉得有趣的十个是哪十个？你们可以站在同一个地方讨论，你们可以过来，然后拿十个，十个。还有，等一下谁讲？等一下拿海报。所以你们是有困难到十个吧？有超过十个。大家都觉得是这十个吗？爸爸先拿了前两个。那你们要讲十个是哪十个？有几个了？一、二、三。要讲哪十个？好了吗？还有时间到了，好，时间到了，来坐好。我在哪一组最快，然后最安心做好，有决定你要说什么的。明天马上就开始做好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第二组很快，十个决定好了吗？快了，十个来了。还有第三组也很快，十个决定好了吗？好了，拿了。好，那么等一下上来讲。等一下上来讲。来看这，我们也不在哪。等一下上来，一个小朋友讲，两个帮忙拿海报，或是你整组上来都可以。品能，我等你。第一组好了吗？好 ，OK。等一下上来呢，请你先报告你的组别，比如说，大家好，我是第几组的，然后把题目念一次。我要报告题的议题是。能将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让蓝阿姨再利用，然后接着报告你十个有趣的词是什么，最后记得说谢谢大家，可以吗？来，第一组的举手，谁要自愿？好，这一组先，再来这一组，再来这一组，这一组。可是我老是看时间不太够的话，那我们就两组就好了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就是这一组跟这一组。好，第二组。谁讲？好，谁拿海报？麦克风在黑板上。好，公爵，谢谢你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其他老师看谁有认真听的。好，这一组有认真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可以开始了。那个品量你可能要测一点。好 ，OK， 来，你们报十个就好了，你讨论过了，然后够，可以。第一个是年级晚包包，第二个是彩色笔在上课，第三个是笔筒形状的餐盒，第四个是彩色笔盒子装。化妆盒，再是笔筒包包，娃娃口红，环保椅子，塑胶纸包包，纸杯里面的钱。还有吗？磁铁餐具。十个了吗？十个了，十个了。好，说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挥手。好，第四组。好，这组讲得很好。来，上去。是哪一组的报告的是什么？好，先不用急着收，我们还没有完成。老师要你们是坐着认真听别人讲的是什么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一组很认真。好，开始。我们是第四组，我们要做的是能将一次性物品或废弃物让蓝阿姨再利用。我们的十个是
袋子里面有手摇饮料，第二个是塑胶袋、环保袋，第三个是小孩的铅笔，第四个是生锈的家具，第五个是帅哥饮料杯，第六个猫的玩具，第七个认识吸管的小书，第九个是环保袋子，第十个是可爱的玩具。好，很好，来拍手，我谢谢大家。好，很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每一组从十个里面找出你明天马上就可以试试看的三个点子。你刚刚是找十个了，那我们要找出三个明天马上可以试试看的。明天马上试试看的表示可不可以实现？可以。那要不要花很多钱？花100万就有困难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把它打开，你的一个人贴纸有三个，一个人的贴纸有三个，你觉得哪三个点子是明天马上可以试试看的，就贴上去，可以吗？一个人的贴纸有三个，哎，你有三个，好了就可以贴上去，来一分钟完成。你自己贴，你有三个，所以你从刚刚十个里面找出你觉得明天马上可以试试看的。对，你自己挑三个，有没有你们那一组贴最多的？我都看不懂，你念一下。彩色笔盒、纸画什么的什么的。化妆。来，还有30秒，挑好了吗？还有。挑选好了吗？哎，这里有很多人喜欢的喽。好，再来。这里也有找出不错的，都贴好了吗？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已经都选好的坐下。已经都选好的坐下。好，坐好的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。再贴一个。把你的组别写在摸彩券上。你们好了吗？来，写在摸彩券上。你们好了吗？ OK， 好了，先留着，我们等一下时间的时候再看。我们要进行这个阶段。好了吗？写好了摸彩圈给我，写上你的组别。丢，恭喜发财。写好了给我。写好了给我。啊，对对。我逃。你逃个谁？还没写。我逃嘛。我逃。那个，等一下再一起送给老师。哎，太夸张了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先放下去？然后摇一摇，后面就想加料。没有，我很努力在摇。老师，那不能这样吗？我很努力在摇啊，让你公平啊。来，好了，坐好，让我知道你好了。第一组好了，第二组，还有谁没有说那个没有给我的？好，老师很努力的在摇，为了公平，那我请校长帮我摸今天得奖组别是谁吧。一个，抽一个组。他压力很大、啊。没有哎，没有号码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颜色的？怎么写这样？是啊，是是是是写黄色的吗？是吧？第四组，上次也是第四组，上次也是第四组，没有蓝色。
色。没关系，那我们下次就不要用这种方式，我们下次看谁的摸彩券多的，就直接给他，好吧？好 ，OK。那我们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想象怎么做之后，接下来要做的是哪一个阶段？对啊，接下来是哪个阶段？不知道哪个阶段呢？对，实践的阶段很棒，因为我们从知道到做到，目的就是要真的实践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一起说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还有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